先针对老师的一个问题，我们再跟大家说明一下，就左手边，我现在只有两层，所以我甚至都看得到，对不对？可是刚刚老师已经有怎么样？或我做了第三层、第四层哦，可是在这边就找不到了。我们试看看哦，你看我再建立一个新的页面。好，这个时候我把我们再往下一个设计的概念。我再把它加进来，好，这个叫设计概念。好，但是我不是放在这里，我放在设计概理念之下。欸，其实有时候你可能会放错，对不对？放错了要怎么办呢？有时候不小心就给它点确定啊，你要会搬啊，对不对？我的页面我可以搬，那么您先看一下把它储存。好，可是老师没有发现设计概念好像没有在这里出现呢，这里只有理念而已哦，对不对？我刚刚的是叫设计概念，发现吗？因为左手边这个哈、哦、色栏预设它只显示两层，只显示两层而已。如果您要全部显示，可以请从这边管理你的协作平台。好，你找到这里，跟那个一般哈、哦，那个反面配置这边哈、哦，反面配置这里。这里有一个叫做浏览，好，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这个。有没有看到预设显示的页面阶层数是不是两个？哎，您可以从这个地方，假设我要全部都显示了哈，不管它多少层。好，现在好了，记得要储存这个哦，哎，要把它储存起来。好，现在储存好了之后，我回到这边来，有没有发现这个下面还可以再打开？这样有没有打开？了解了齁。好，那万一啊，我就是不小心那个归纳错了啊，页面我已经建好了，你要直接删掉再重来吗？莫要麻烦，搬一下就好了。档案总管大家都会搬嘛，为什么这个网页不能搬呢？也可以搬，所以我们来这边看一下。你看从这里齁，有没有看到一个叫移动页面？嗯，我们就告诉他看一点，我看你的收窄，所以点到这个，我现在是在这里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那所以我要告诉他，我这个其实是属于外面这一层的，你就点一下按移动。好、啊，你在这个位置跳，好，我把它移动。假设我先移到外面来，好的，好、哦，我先移到外面来。哎，有了。有没有移到外面来了？设计里面哈，好，再把它移进去，移到网站规划里面来。这样是进来，哎、欸，啊，好糟糕，因为我们要点到设计概念哦。我刚刚移错层的了啦，难怪，因为我在上面，对不对？好，好，这样有没有出来了？那你了解齁，所以弄错千万不要那么冲动就删掉，稍微移动一下就好了。好，稍微移动就可以。那回头回到我们刚刚的问题，请问我这个顺序做了，老师刚刚有看到怎么调整吗？没有，有，因为我们在这边会遇到一个问题哦。什么问题？你看哦，今天如果说让我现在进来里面，我们给各位看一下，比如说您刚刚看到这个能人加上的这个，我想要自己安排这些东西啊，有没有？我想自己安排这些，那怎么办？我要自己安排的话，我们刚刚那种方法是不错，它会自动帮你建进去嘛。可是顺序就不是我要的，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必须告诉他，你不要那么自动好不好？我自己决定就好，我长大了。因为内定的方法适合说你刚开始用的时候，不然的话你也不知道怎么简单规划，对不对？可是你现在当你有一些基本概念之后，我会需要你做的自主性，这个时候我们就一样。你看下面有没有一个叫编辑测栏，有没有？好小一个，因为这个颜色刚好那个啊、哦，你可以从这边，也可以从刚管理界面进去都可以，编辑测栏把它点一下。好，你现在看看的话、哦、在这里一样，刚刚那个地方，你看这里，我们刚刚有
调整这个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发现上面还有选项叫自动建立？就是因为现在这里有，所以它会自动把你建的页面都加进来。可是我现在不要，怎么办？把它勾掉。但是因为你自己告诉他不要的，所以你要自己，后果要自己负责。好，你看现在的这些架构是不是像这样？我今天要往上调整，有没有看到往上？底线有没有上来？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你看透过这个方式，我就可以去制定说哪一个在上，哪一个在下。可是相对的，因为你已经告诉他不要增加了，所以你待会如果再新增加新的页面，它不会自动放进来哦，它不会自动放进来，而是怎么样？你要自己补进来。我们来试看看哦，来，我现在呢，我先确定一下哈，好，储存变更，我们先确认它真的有变了，所以它还有一定的灵活度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因为你一般来讲，我们用那个所谓的部落格的话，大多数都是以时间为依据嘛。好，好，那我现在回到这边来，我们先确认一下，没有错，这个已经调整过来了。现在我再增加一个新的页面哦，你看到我再增加一个来，你看我们的架构。好，我就再增加一个，比如说预期存储好了。好，那我现在呢，回到我们这里。预期成果，好，现在我增加一个，那你放在那，我要放在最上层，好，建立 OK。 A 老师有没有发现有一页，可是怎么没有出现在这里？有没有发现呢？你敢阳光不歪啊？所以你后面要增加的时候，你就要告，你要自己去决定说你要摆在哪里，这样清楚了哈。所以您透过这个方式，您看到我现在假设这个好了，那我来编辑测量，我就来告诉他我现在有增加页的，麻烦你帮我加在，你看这有没有叫新增页面。哎，我可以把它新增进来，告诉他说，哎，我刚刚这个里面我有增加一个，哎，好的，预期成果怎么样？对，我要增加这个页面，把它增加进来。好，确定，哎，有它进来了，那你要放在哪里呢？就是要自己要决定了。嗯，哎，其实除了放这个之外，老师很发现有一个东西叫做新增网址。哎，这个你用在哪里？比如说老师可能会有学校的网页啊，还是说跟我们教学比较相关的，有没有？那这个时候我会把它另外处理。什么叫另外处理啊？您看到这边，我们现在目前所做的。老师没有发现一件事情，我现在其实只有叫什么，只有一个区块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再看别人的，你看我们刚刚那个上期国讲，或者我在这边有没有好几个区块？那怎么办？我们顺便学一下哈，在这里，你看哦，一样是编辑测量哦，所以那测量可以做很多变化。好，你看我们现在目前是不是只有一个叫做浏览？哎，如果说。老师有没有，有时候我们要期中考或期末考，可以给他倒数一下，他也有哈。你看我在这边新增测量哈，新增测量有没有好多东西可以用？对，那如果说你只老师要把那个相关的那个网，比如说我们相关的网址把它列出来，那么我可以再增加一个浏览，有没有？这个这里这个叫做增加浏览。好，我把它按一下新增，有没有发现多一个？哎，我按到导览了，不是浏览，不对哈、哦。好，那你按一下编辑，有没有发现里面就是空的？这个时候我可以把网址加进来啊、哦，你看哦。比如这个我叫做相关网页，好哈、哦。好，那么这个地方呢，我就直接新增网址。就告诉他，比如说我们私立国中，那网页在哪里？好，这样进去的，这样是一个好，对不对？那我现在确定，好，我说记得有一个事情，就是一定要记得储存变更。这个很容易忘记哈、哦，你做好了，一定要储存键。我先回到外面，我们看一下，前面多一个，
这样你了解了齁，所以透过这个方式，你这个色感你就可以比较怎么样，有自定的功能，这个应该会比我们一般用部落格的弹性会再大一点，这样您大概了解了齁。我们再跟老师重点提示一下，好，那第一个要怎么样改变它不要自动排序，就是进到编辑色栏，有一个第一个是不是刚刚不要自动建立，好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如果你要增加，就从下面这里增加你要的功能，好，增加你要的功能进来。好，那我把话筒还给您。是老师难免会有就是不小心做错了，对不对？编辑文件编辑错了，那可以这样弄啊。先来讲哈，来你看一下，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，你看左手边有没有叫做最近协作平台的活动，它会帮你记录起来哦。而且因为它其实本来就叫做协作平台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叫协作平台？其实不是给你一个人用的，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可以去指定说，而且是我们老师有几个老师是共同科的，对不对？那我就大家一起来用。好，那一起来用的时候呢，你也可以编辑，我也可以编辑，那这样是不是就有时候啊，万一你编辑错了，他编辑他不小心改到他怎么办？所以你看到这边他没有帮你，你刚刚做的什么事情全部都记下来，有齁，而且现在是只有我一个人，所以他是只有显示我的，这样你了解了吗？那万一我觉得这里你看哦，设计概念我刚刚不是有移来移去吗，万一我觉得这个错了，我把它点进去，你看齁，他说哎，点进来，再把它点一下进来的这个页面，来我们看一下，各位有没有一个叫做修订记录？哎，你对这个文件、这个网页做的任何事情，它都记下来。其实这个功能不只在写作平台，也在哪里 ？Google 的文件里面也有这种功能。好，所以你比较不用担心，万一做错了，你自己的文件通常做错了就自认倒霉了。你看呢，我把它点进去。有没有发现？哎，我发现你有好几个版本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可以随时回到什么某一个版本，也就是你可以随时回到未来，其实嘛，你回到未来是回到过去了。这个我倒没有确定，但是至少你修改过十几、二十次还在，我想。您应该不会要回到那么早之前吧？做错一次都不得了了，最好您回到那么多次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假设啦，万一我要回复到第四版，你看右手边没有还原到这个版本，按一下，记得来跟我回去了。好，那这样子里面就没有了，因为我现在刚好里面没有太多东西，所以你再按一下修订记录，万一不喜欢，好，刚设计里面应该这一款还原，有没有？现在是还原到第四版，好，所以你可以从这边上去看到，所以这个是还有一个保险嘛，好，还有一个保险在这边哈。那您这样大概了解之后，我们再来看一下色栏，还有一个东西可能老师要用到的。你看这里有倒数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不要这个，因为不常用倒数，但是。老师像 MS 一样 MS 一样，有时候你想要放个大头在那里，或者是说比如跟班上的啊，或者你找一张适合图片，那这个要怎么放啊？今天变成很怕后，这个也是属于刚刚那个测栏的内容，你看一下，我们把它点进来。好，我再增加一个，那个叫做什么呢？我们往下走，这个叫做文字，在这里有没有？好，按一下。好，可是问题来了，哎，这个地方放太下面怎么办？调整一下，有没有往上拉就好了？哎，还蛮灵活的哈，所以您这边是可以这样调，有没有上来了？好，先按一下编标题有没有？好，按内容是吧？来，我们先给它标题，就说，就忘记了。不过这样字好像有点太多，
好，有没有发现下面就是一个 HD 照片，不要设计就放上来就好，像您会的哈，哎，这是一样的道理哈。那么您看到这样的话，我想应该就没有太大问题。当然你也可以写一些内容哈，比如说你要写一些勉励的话啦，好，那些都可以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把它储存变更，回到我们写作平台，您就会发现上面是不是多了一个，好，会像这样。